比赛开始，但从比赛经验上来说，那肯定是播球那是技高一筹。是的，而且宋老师，这是一场泰拳纯泰拳规则的比赛，对，拳脚肘膝都可以用。而这么一个化身，他取得那么优异的成绩，对吧？打 Z 五打 K 二获得世界冠军，而且在这个纯泰四获得世界冠军。所以在他身上，我们看在他身上更能体现出这个泰拳的这种竞赛。对于中国的选手，身上顶着无数个冠军头衔的，那能不能正常的发挥，或者是超常的发挥？我想在这场比赛里面，虽然比赛获得过这个冠军，但是那个比赛哇，扫街还可以继续打，但是这场比赛强度之后继续来。球要趁胜追击，骨灰看能不能实现翻盘，再次扫地。骨灰太顽强，太顽强了！我们想打球之后，居然还能继续战斗，连续两个正蹬腿，恢复还不错。林夕，现在啊，这个骨灰使用自己猛烈的团队组合，不过就是继续进行到了一个正常的比赛的局面。到的机会直接到了，非常重的重拳打到了波球，波球表示无答案，前蹬碰下去，波球的扫踢还有连环的吸击都是自己的杀手锏，整蹬腿反肘，继续的吸击，继续吸击，波球实施反，波球实施这个刚才不会实施这个反边拳，但是没能成功。高扫踢来自于波球，正腿。你就看波球的进攻效率，你看他的那个小铁步呀。这场比赛完全是这个波球一种表演赛。波球现在是面露非常自信的微笑，我不是占据绝对这种优势。这个时候，宋老师非常明显看到步辉的细心呢有所下降，他自己的这种非常擅长这种果断的重击拳出不来了。不要打这种内围的战术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因为波球对于他的膝肘这把，你看这种战术对非常非常重。